覺得我懷疑我個人就係太準，即係成日都將嗰件我認為係大事嘅嘢咧拼咗命去做。性格係咁嘅，冇得變。即係雙子座係好好歇斯底里，你要去做咧，你就當最後一次去做啦，就唔好留下底線啦，即係唔好令自己後悔。但我經過埋今次之後，我就同自己講，其實即係原來留翻一條底線，或者留翻少少空間俾自己咧，都未嘗不可。